见他所见，思他所思。你兜兜转转又回来这里，可有悟到什么？有位故人已等你许久了，机缘已到，这最后一幅画便是答案。去吧，这个故事没人比他看得更清楚。山上冷，吃不着什么好酒。千辛万苦寻到这里，想必不是来陪我解闷的。你心里一定有过不去的事，或者放不下的人。我也一样。我杀不了那只猴子，没人杀得了，除了他自己。后来我才明白，也许那是唯一的办法。他没得选，我也没有。刚才我一直在想你我一战，他的本意。天地不仁，天命不公，一路走来，看明白了吗？就不是他。
小猴子，你果然有几分他的影子。既如此，如此无情，得罪了。龙游浅水，虎落平阳，今生要慎重。你也想做英雄？既寻到此地，让我见见。龙游浅水，虎落平阳，这般身脉。你这猴子真令我欢喜。当年他被押去斩妖台，刀砍斧剁，枪刺剑哭，毫发无伤。如今他却用自己换了你来。哼，让我试试他何不同。够尽兴，不如随我先回天上大醉三天，再大战300回合。你还未用过这般法相吗？
Yeah!
是这般费力奋斗。
我听见人讲说这妖精比你有亲了。我老孙比那王位还高千倍，他敬之如父母，视之如神明。你怎么说出唯独望如来方便把松箍咒念一念，退下这个金箍交还如来，放我还俗去吧。大肆圣旨，放怪我看那贪赃枉法之官当何罪，什么小金子都听。那怪说有些认得我，想必不是凡间的怪，多是天上来的精。好好，大家散伙。睁开你的口眼，这就摘下来给你看看。是太阳。我遣众兄弟一路试你，就是为了这一刻。难以忍后，直到今日，我才明白，一世名锁不住他，一道孤困不住他，以肉身之死换一年永续。但愿你不会辜负的，我心结已解，你的路才刚开始。若他能从那幅画中出来，这天命又该作何说法？我不过是个卖卦之人，卦象如何，天命便如何。未来之所以是未来，在于未定，未定之事天也难算。天命即因果，前因既定，谁也逃不脱后果。我算不出来，无非前因知道的还不够多。哎，这世上竟有先生算不出来的事情。好事，好事。你们一定都听过
关于他的故事。有人说他帮唐僧取到了真经，封了斗战胜佛，从此留在了灵山。也有人说那个成佛的根本不是他，真正的他早就死在了西行路上。还有人说西游从来都没有发生过，他只不过是说书人杜撰的一只猴子。但我要讲的故事你们一定没有听过。成了佛又如何？那道箍一直都在你头上。张开你的口眼，我这就摘下来给你看。孙悟空，汝因大闹天宫无意甚深法力压在五行山下，幸天灾满足，归于释教。且习汝隐恶扬善，在途中练魔降怪有功，全忠全实，加升大成正果，汝为斗战胜佛。那厮触犯了上天，玉帝立此三誓，只等击闲了米尽、狗舔的面尽、灯燎断锁挺，那方才该下雨嘞。
哥哥们，饮了这杯，我们一起打上凌霄宝殿。